诶，欢迎大家翻嚟啊！由零去到奥数，咁啊呢个咧就系第86个视频，咁亦都系做啊雕图、雕翻图嘅啊方程啊，即系话 x、y、二 set 咧都要系整数，咁就揾所有嘅 x、y、二 set 出嚟啊！咁啊，有兴趣试下嘅朋友，而家可以停咗个视频啊，如果唔系咧，继续听女叶点讲啦。好啦，咁而家我哋见到 x、y 同 z 都系可以调嚟调去噶，所以我哋咧就可以假设咧，z 就大过 y 大过 x 啊，我哋呢个假设，因为佢调嚟调去，我边个最大都冇所谓啊，咁所以我哋咧就假设咧就系 x 啊系最细嗰、那个，嗱 x 系最细嗰个咧，咁我哋睇睇咧就系、x 咧。就只可以喺一个范围之内变化吓，呢、这个范围系几多咧？咁我哋睇下啦。如果 x 系一嘅话咧，一除一系一，已经大过咗呢个五分之三，所以冇可能。所以 x 咧只可以咧系属于二啦，一路落去去到呢个上限佢啊。咁我哋唔知道个上限系几多啊？但我哋可以假设咧最多最可能嘅就 x y 大得好紧要，变成零。咁我哋个呢个 x 下低呢一个咧，嗱，如果我哋呢个咁样啦，如果当佢哋相等，咁我哋就会有 x 啦。咁呢个又系 x 啦，呢个又系 x 啦。咁呢个就会 x 嘅三。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呢个数啊，就一定要。要等于三除五啦吓，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 ，x 最多咧都去到五啫。啊，我哋一定咗呢个 x 个范围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开始咧逐个试下啦。咁我哋先试 x 系二先啦。如果 x 系二嘅话咧，呢、这个加一个 y 加一个二 set， 呢个就会等于咧系五分三啊。咁我哋就可以變成咗咧，係一 over y 加一 over 二 set 啊，係等於十。呢、这個就二分一就五啦。呢、这個變咗六，十分一啊，就變成十分一。咁啊，同理啦，我哋跟翻上面個情況嚟睇啦。而家我哋已經知道嗱，而家我知道 x 啊，我哋當係等於二啊，呢一個。啊！我哋繼續啊，就睇呢度啊。咁我哋最多都係一除 y 等於又係 y 啦，十分一係咪啊？最多係咁啦。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啦，一 over 二十加一 over 二十等於十嚇，即係話咧 y 咧就會屬於。由十開始起計啦，咁去到最多係幾多咧？咁樣，咁我哋已經做咗出嚟啦，應該就係最多去到二十，同個二 set 一樣樣啊，所以二十喺呢個範圍之內。如果係呢個範圍之內，我哋就可以咧睇個二 set 等於咩啦。咁我哋當咗呢個二分一啦，咁即係話咧一加 y 加一 over 二 set 等於一除十啦。咁通分母 y 二 set 呢个就 y 加二 set 等于十除一，唔使咁麻烦啦，唔使咁麻烦，我哋要揾二 set， 我哋个知道个 y 咧系十，去到二十啊最多啊，所以我哋试几个范围啫，咁我哋就。一 over 二 set 系等于十减一 over y， 咁啊，即系咧，我哋可以将佢可以代落去咯，逐个啊，咁我哋就调转佢哋容易做啲 ，one over 一除二 set 啊等于。呢邊咧就會係十乘二 set， 呢個就 y 減十
十乘 y 系对唔住啊，就系、是、我呢度调转咗啦，已经reset 啊，咁我哋可以如果 reset 系如果 y 系十嘅话咧，y 系十唔得啊，因为呢个十减十系零啊，咁啊唔得，咁啊如果 y 系一咧，y 系十一咧。y 是11，咁呢个就係 10y 除 1， 二 set， 呢个等于y 是 11， y 是 11， 呢个就是110喇，呢个就二 set 等于 110， OK， 咁呢一组啦，咁即係我哋而家有呢就係 2y 是 11， 咁呢个答案就係110，四啊 y 系十二得唔得先？加多几页啊，唔好意思。好，我哋呢度咁啊 y 下一个式 y 等于十二吓，又用呢条式 reset 等于十个 y 减十二减十，呢个系十二嚟嘅啊，咁呢就上面120啦，下低二啦。呢个就60，得啊，咁即係话我第二个可能性呢就係2 12 60，y 係13啊，咁我哋呢係10乘13 13 减10，咁呢係130除3啊，呢个除唔尽㗎，呢个唔係整数，所以呢个冇答案啊，y 等于14，咁等于十四咧，二 set 咧就等于140，呢度咧就系四，140除四系除得尽嘅，呢个等于咧就系312系35啊，咁即系我哋有个答案就系2 14 35。跟住咧就系 reset 等于150除5，呢个30，即系话咧 y 等于15都得嘅，咁啊，所以下一个答案2 15 同埋30，我再 y 等于16得唔得咧？160，呢个下低就系变咗系六，呢个除唔尽，所以呢个唔得啊，16唔得，17咧。七咧下低除唔尽唔得，八咧我睇下八得唔得先啊？如果系讲咩啊？我讲15，16唔得，17唔得，14 18，18咧下低系八，上面就系11 80，180咧除唔除得尽八咧系除得尽嘅，咁啊8 2 16，仲有40 25啊。咁即係話2 18 25好啦，之後呢就係19呢個下低個係9除唔盡啦，咁如果係20呢，如果20嘅話就上面係200，下低係100，下低係10，因為呢個20減11，10下低係10，所以呢個2 20同埋20，而家我哋呢就揾到咗几个答案啦吓，呢度未完㗎，因为就我哋而家淨係试咗当 x 系等于2嗰阵时呢度。因为我哋前面呢度係呢度 x 系2个情况。咁我哋知道个 x 呢就会系喺2 3 4 5，再我哋仲有3 4 5 3，我哋试埋佢，我哋做埋佢啦。咁x 等于3啊，咁我哋呢就一样睇个 y 可以喺咩范围之内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呢就係最多呢就係3啊加埋呢个 y 再加埋一样样都係 y 啊，最因为我哋当佢一样等于呢就係十分之对唔住五分之三，五分之三啊。咁所以呢我哋呢度就係
呢一边就系两个除 y 等于咧五分之三减三分之一等于咧十五，三三该九减三五就一十啊五系减五啊减五呢个就系上面系四呢个十五，呢个冇咗二之后咧呢个系二，但系呢个咧 y 咧唔系整数啊，冇可能，因为咧。y 就是15除2、啊、所以呢 x 等于3唔得、啊、我哋试下 x 等于4啦 ，x 等于4，咁呢即系话四分一啦，加埋一个 y， 最多都系 y 啦，系咪？咁呢个等于咧就系五分之三，咁即系话咧两个 y 系等于咧系五分之三减四分之一系等于20。呢、这个三四一十二减呢个五呢、这个就系七二十，咁啊呢个亦都 y 唔系整数啦，所以咧亦都唔可以啦，所以最后试埋最后一个 x 可能系诶 x 系五 ，x 系五呢个五分一啦。加埋 y， 最多都系 y 啦，等于五分之三，咁所以咧个 y 咧系等于五吓。如果 y 等五咧，二室都要等于五，所以啊，我哋最后一个答案咧就系、是、啊五五五。咁我哋而家就总共咧就有啊几多答案啦？呢度二十二六十。二十四三十五，二十五三十，二十八十廿五，二十二十，同埋最后一个就五五五啊，咁呢个就系所有嘅答案啦。